色即是空，空即是色。大家好，我是空空。本期为大家带来我的硬盘女神第一期小泽圆。和许多破译生计而投身暗黑界的悠悠不同，小泽圆姐姐呢是个富家千金，拍片呢纯属个人爱好。1978年出生，1996年被星探发掘加入宇宙企划。98年的香港电影《偷情男女》就是她的代表作。影片中小泽圆清纯的脸蛋，甜甜的笑容，不经意间的挑逗，充满了诱惑。其实呢，在拍摄中呢，小泽圆多次借位，她纯洁的外表和夸张的演技形成强烈的反差，很受市场欢迎。作品的销量呢也屡创纪录，所以呢被称为暗黑界女皇。2004年隐退之后呢，小泽圆转行成为作家，真的超想读一读女生的文章，无奈搜不到。以上就是本期视频所有内容，我们下期再见。